上车，这儿不让停车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珍珍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可以打车走。把车门打开，我拿包。门开了。阮珍珍，你有钱买衣服，有钱买表，有钱给大姨他们还房贷，为什么就不还我的钱？借据呢？转账记录呢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你们现在的行为就是敲诈。你这衣帽外露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我觉得这位阿姨精神状况不太稳定，我建议你们带她去医院检查检查。哎，你这你够了，高律师，这是我的家务事，你不用多管闲事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来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。对不起，我昨天我不接受，高律师，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，但这也不能成为你随意羞辱我的理由。让我进去好吗？你走，你走。啊、哦！太高档了吧！直接回答我了，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属于骚扰了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警察马上就到，如果你们还不走的话，谁也别想走了。我们是正面开门啊，全电梯，再见，回来一下吧。我看白天老太太对你挺凶的，就是有点担心你。谢谢你，我没事儿。我只知道我想帮你，我不想得到你什么回报，我只想看到你活得轻松一点，想看到你不那么痛苦。你不必强迫自己给我回应，不管最终我付出多少，从你这里得到了多少，我都不会心怀不平。我考虑一下吧。答应我了。失意，浑身是痛，也没关系，与你这个游戏，近在咫尺，有时等于触不可及，要克制放肆，用尽。